后现在吃一下那个鸡肉的地鸡肉的。我看我这个角度看得到肉，鸡肉里面有放鸡肉的内脏，很特别。他真的有放鸡肉的肝脏之类的，鸡肉肝脏好吃。鳗鱼啊，鳗鱼比较好吃，哪一个比较好吃？你说这个鳗鱼比那天的还好吃？
太一样啊，做法不一样。这是什么？哇，好咸，可是很辣，很辣，柚子胡椒好咸好辣。他提供了非常多种的配料、酱菜、口味给我们选择，但是这一锅其实很小锅。对，其实要我们吃这么多分这么多种吃法太难了吧？小黄瓜。如果我现在吃一块小黄瓜，你会原谅我？你把这边小黄瓜吃完，我就原谅你。那不要了，三块我不要。嗯，这一块我原谅。七块，不行，大绝招，等到真正的危急的时候才能用。小黄瓜，吃一次就会喜欢。人的口味是会改变。人的口味是会改变。好酸，这是什么？是栗子。等一下，我对了，我可以吃啊，我可以吃。这是干吧？柚子胡椒，它的柚子胡椒真的很厉害。哇，好辣，好咸，不是很爽。的辣的那种辣是有点香，可是很香，它这个胡椒的香味跟那个柚子的香味很搭。Tabasco 我觉得除了辣之外没什么香味。倒出来，没有，他这个是汤泡饭的，高汤配上他的锅巴饭，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吃法。味道变淡，可是高汤还不错。那鸡小口变淡了，就昆布高汤了。还是昆布高汤，因为它里面有酱油，这个酱汁是咸。
第三种吃酱法酱汁是没有啊，就是高汤啊。啊，第三种吃法就是饭配高汤。我是挑过酱菜那一关哦。我把这个鱼头吃了。这个吗？看起来像年糕哎。哦，对啊，但它其实量不多。蛋煮好，然后对鸡肉什么都煮好，然后它再用这个再烧一下，不然肉就老掉了。高汤配饭，好，谢谢。然后加柚子，山椒，太多了。哇，它柚子胡椒是装满满的。反正山椒太多了。你说我这样子吗？这样子吗？没关系啦，我知道这是给我的试炼。鳗鱼好 Q 哦，好 Q 哦，吃起来都不像鳗鱼，不是软的，不是软的，是 Q 的。味噌汤好浓，好浓味噌汤，可是口感很不一样，很特别味噌汤。它的味噌汤非常的
滑，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就喝起来很滑，不是到很咸，可是有一个很浓的香味。不用了。芝麻豆，这个是梅子，对，桑葚、杨梅，这个是山药。陈主任吃这个，这好吃。牛蒡，芝麻豆，这好吃。我吃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ね。慈孤观音是什么？哦，你们这些暴雷的王八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だ頑張っ。これからも頑張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ルビー、变态、然后变ルビー、变ルビー六万秒。暴雷小表。这个、啊、很像是芋泥之类的。我没吃牛蒡，但这个吃起来没什么味道。马铃薯，你还是芋泥。我不知道哎、欸。Image Arica。Image Arica。Fireman Ruby。Ruby, you are fire。这是香菇吗？腌萝卜，它的腌萝卜看起来很特别。抱歉，太晚了。永伴，被你个6亿秒。
走了。哦，可是刚刚大街上也有在卖啊。他的柚子胡椒是还蛮香的。对，很香。啊？是湿的，吃起来怎么说呢？很像是瓦萨比，但是是柚子跟胡椒的香味。很多，对啊，很多台湾人跟韩国人，外面还在排队。徽章就是讲说，请跟我讲亲切的日文，表示说我会点日文。你可以轻松的跟我对谈，不用担心跟我没办法沟通。我看那个牛肉，7900。哎、欸，我看那牛肉，那牛肉好厚。丰厚牛肉，龙鳞糖，没有，总共2200，总共7900，不算便宜，但也不算贵啦。你看那丰厚牛，那个超油的，满满的都是油脂，白色的部分都是油。这家，凭良心讲，挺好吃的，很厉害。如果来这里，的确是非常值得一吃。看消费水啊，后面有车。看消费水平吧，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消费得起吧。就是你如果出国都到这边来玩啊，那表示你的消费力应该还可以接受这个东西。鳗鱼最好，没有哎、欸，我觉得。丰厚牛最好吃哎、欸，可能见仁见智吧。老板刚刚说最多人认为鸡是好吃的，嗯，应该说牛的口感不错，可是它切的太薄了，很薄，你只能尝到它的油脂的香味，你没有办法享受它的口感哦。
切厚一点的话，口感会更好。可是那个很油呢，如果再厚，恐怕咬起来都是油了。嗯，也是啊。那我们只能比较看看晚上吃的那个。那就是清丰厚牛，但是你要切薄片，但是要塞满那个锅这样子。没有啊，我觉得是真的有点太薄了，他真的切。一个人700不贵啊，一个人两没有，一个人没有2000呢、啊。你如果是一个人吃一份的话，就是2000多。2000多，2500 yen 好了，一个人2500 yen，其实是挺。跟台湾吃某一些好东西，我们今天住这个，哎、欸，就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就在旁边啊，甜奶色。没有，我们住娜娜卡瓦。哦，娜娜卡瓦奈奈川。我们就住在这里啊，旅厅。也可以到这边泡温泉就对了。好方便哦，出来就是了，就住旁边而已。啊，真的吗？他从早接到晚。有。好像他一间大概都5个房间、8个房间。5个房间、8个房间而已。那很少哎、欸，那真的整间旅馆没有几组客人呢、啊。我帮你拍个照。这个就是日本的温泉旅馆，很隐秘，然后非常的 relax， 好像是。check in。好像不知道哎、欸，可能等我要吧。哇，他的客厅也太熟悉了点吧？你看这客厅好熟悉哦。然后配上这个庭院，还有放微微的暖气，让你不会觉得冷，这里很舒服。这叫做，然后 Everything 的水晶音乐。真的很厉害，他们就是有让这个地方有放一些暖气，让我们待在这里很舒服。不会冷也不会热。哎呀，塞呀塞！嗨。一口ですが、ジュースで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说：“这虽然只有一口，但是这是果汁，柚子汁。”喝一口水。让你漱个口。哎，真的是柚子哎。哦，很好喝的柚子汁，很好喝的柚子汁，冰的，对。然后还有毛巾让我们擦擦手，不酸呢，不太酸，热毛巾。
下去有肉，刚刚吃的肉。对，去油解腻。日本的温泉旅馆是日本就是餐旅服务业当中服务最高等级的，他们传统下来的服务方式是很有系统而且很有文化。除了就是接送之外，还有到女将的文化都是非常严谨。全員ですか？啊，代表，代表就好了，我们就不用了。对，老花眼镜可以看你看报纸。这个空间除了就是 check in 的时候可以坐着休息之外，其实只要在馆内，随时随地其实都可以来做看报纸、休息。原来你的皮肤不能泡汤哦，哇，那真的挺严重。有观众，可能是过敏。心里应该已经在房间里了。我先帮你。你看这个 app 真的是很棒。这个是哪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这种地方真的会想来，因为值得来一次，但是并不便宜。温泉旅馆是一个相当昂贵的体验。因为不光是温泉而已，更重要的同时是它提供的服务跟氛围。先另外一组要 check in 的。来到这个地方，真的就是要体验完全的放松跟宁静，是属于日本独有的一种文化。虽然说台湾也有一些温泉酒店是有接近的东西，可是按照日本的就是温泉旅馆文化来说，是有一些很传统的规矩在里面的。日本語上手なんですね。いや、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ですよ。ちょっとだけ話せます。跟团玩五天，四天都住温泉旅馆，那应该是挺贵的啊。韩国人好吵，韩国人好吵。好，阿姨。阿姨。好，可以 check in 了。没有。
很安静，好吧？哦，这边是饭厅，中间的庭院也非常的漂亮。源流之汤，精灵之汤。こちらが現在地でございます。はい。そして先ほどロビーいただきましたのがロビーフロントでございます。はい。本日のお部屋ですね。こちらのコウゾというコウゾ、はい、コウゾのお部屋でございます。はい、そしてこちら田之倉、七川、三等館と3つの姉妹館でこちらの旅館は成り立っておりまして、はい、田之倉の方に2カ所温泉がございます。はい、そして三等館の方に2カ所温泉ございます、はい、こちらをどちらも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そして本日ですね、近隣の湯とこちら気仙の湯が女性のお湯でございます、はい、こちら源流の湯とさぎりの湯が本日は男性のお湯でございます。了解で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ちら近隣の湯がすぐこちら道右ですね、はい、で源流の湯はこちらお部屋ご案内する際に通りますが、こちらの位置ずっと行かれまして右側にございます、はい、そしてこちらは三等館ですが、またこちらご案内する際に右手側に階段がございます。そちら登っていただきますとすぐにございます。そして4つのお風呂すべてですね、本日深夜の1時まででございます。あ、わざわざ、はい、わかりました。開始がですね、明日の朝5時でございますが、その際に男性女性のお湯入れ替わりますので、お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ませ。わかりました、はい。3等館の方フロントのすぐ横に売店ご用意してますので、もしお時間ございましたら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せ。お土産なども置いてあります。本日おタバコは吸われますか？あ、吸わないです。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はい、それでは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はい、あ、お食事がですね、お部屋食ではないので、一度またフロントに来ていただければ、こちらのお食事所で個室をご用意しております。そちらで何時で、あ、お部屋で夕食と朝食のお時間はお選びいただけますので、もしよければお部屋で決め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ので。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部屋に先に案内します、はい、あ、ちょっと説明します、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然后这边是这个馆的汤，对，这个是女，啊，今天啊，女生都女生，这两个是今天晚上是女生，这两个是男生，但是明天早上，然后到晚上一点，凌晨一点，然后早上五点会交换，会交换，所以这两个变男生，这两个变女生，对，他每天换。然后我们的房间是这个，这是我们的房间，对。就是，可是这边有个阶梯的样子，对，这边要上去要一个阶梯这样子，可以走过去。その階段は高いですか？あ、高くないです。もうちょっとちっちゃい階段が5段ぐらいです。对对对 OK。这边有商店，对。然后我们吃饭的话会在这里。但是就是我们可以先回房间，要吃饭的时候再跟他说。不是，我们到房间的时候再写那个单子就好了。对。所以，嗨，阿亮啊，因为。交换是为了要让所有男生跟女生都可以体验不同的景观的温泉，所以才会有交换这个概念。对，这样子每一个人才可以每一种汤都在一天的时候一次住入住就可以全部泡到。你看，像今天这边这源流之汤就写的是男汤。这样搞错也是合情合理哦，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啊？这间的内装真的很漂亮哎，不是绿就是石头，烂不烂就是木头。三等館でございます。はい。はい。本日のお部屋こちら構造でございます。はい、構造。はい。失礼いたします。たら。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でした。本当。
嗨，他简单跟我们说明一下房间。哇，楼中楼哎，一整栋楼中楼哎，哇！而且这个芦草，哎，苇草，蔺草的味道好香哦。嗨，二楼是寝室，这边是。啊，嗨。有温泉，户外跟室内都有了。哇，这个。啊，嗨，后面是厕所。我这个有 feel 哎，这个有 feel 了。啊，嗨嗨。我看到是他，嗨，他说这边的毛巾是给这里用的，要去外面大浴场泡的时候，那边有毛巾，不用带过去。嗯。啊，有有，里面有浴衣，这里有浴衣，嗯。啊，请坐。对。啊，嗨，他要帮我们泡茶。嗨。啊，嗨。嗨。小只的是置物柜的，大只的是这个房门。比较多久的事。哎。啊，王口音，我理解。哎。我等会要跟大家解释，就是这个女生她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服务女将。他的工作就是今天，就是从我们入住到我们就寝为止，到明天我们退房为止，都是会由同一个人负责接待，这就是他们的文化。这个温泉旅馆文化就是接待永远都是女生，叫女将，男生只负责就是其他一带的工作，打扫、厨艺。厨房，餐食堂，开车接送，男生才做这个。他们的这些，就是他们这个服务要到独当一面，都要经过很多年，大概至少3年到5年的时间才能够训练完成。对，因为他们在服务的时候是要非常细微的。他们要包含的工作，包含是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一整间的清洁，然后包含我们的行李，我们用餐的时间，我们入浴的去洗温泉的时间，不是我完全不对，没错，完全不会由男性来服务，只会有女将，就是这位负责的女将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所谓温泉旅馆的服务文化。然后你看他现在请我们写的就是说，我们的个人资料是到里面之后我们才写，就是坐下来在饭店房间里面才写，这也是跟一般饭店不一样的，的服务不一样。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写了，我们的晚餐要几点吃，然后在几位要吃。厕所可以用，右边那间，对。谢谢老公。哎、欸，还好啦，这个没有，这应该没有，这应该没有到很伤我吧？这我应该还行吧？这边靠上面看得到而已。啊？你晚上在那边看到他，我可以看得到你。黄溜溜哎、欸。可以啊，都看得到，都看得到。黄溜溜、欸。在外面泡是都看得到。他泡茶，是他是泡茶来，可以。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讲过机枪。
芝麻花豆豆。哇，羊羹。有感でございます。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个人两块吗？哎。もう一つは後ろの方が、はい、いや今あそうですね、はい、そっちの方がいいと思う、はい、因为长辈比较不好坐这种椅子，所以我们就让他，对，他就说另外一位就直接坐那边吗，对，于是他就拿去那边的椅子放。それでは食事の時間を決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食事は、はい、夜何時までできますか。一番遅くて7時半からでございます。あ、最晚是7点半。うん、那就7点半。7点半好。じゃあ7時半入っていいでしょうか。7時で。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夕食が7時で。はい。食前酒に梅酒をお付けしておりますが、皆様アルコールは大丈夫ですか。あ、アルコールは大丈夫だもん。はい、じゃあ喝酒、はい、大丈夫。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アレルギーはお持ちでしょうか。は、特にはないけど、私がキュウリがダメなので。はい、あ、苦手です、ね。かしこまりました。無理。苦手より無理。キュウリがダメですね。はいはい。キュウリだけ。キュウリだけ。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夕食が7時の朝食のお時間が、7時半、8時、8時半、9時ございます。すぐすぐ。7時半、8時、8時半、9時。はい。どうする？わかんない。今のところ決めることを決めるのは難しい。ですから、今は決まらないとダメですか。そうですね。もしあのお食事、夕食の際に変更 した方が良ければ、その際に言っていただければ大丈夫です。だ、晚饭的时候可以来讲。チェックアウトが11時です。11時。はい。9時かな。8時半。8時半。じゃあ8時半にしておいて、またあの夕食の際に9時、やっぱ9時がいいなってなりそうであれば。係のものにお声掛けを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大丈夫です、うん、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はい、ます夕食が7時の朝食が8時半で受けたまわります、うん、はい、朝食の際に温泉卵もしくはだし巻き卵を選びいただけます。お好きな方は温泉蛋だし巻き卵。だし卵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だし巻き卵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卵焼き。啊，卵焼き。オムレツの应该是那个卷蛋，卷蛋，啊、嗯，就卷日式煎蛋的那种。オムレツじゃない。蛋卷呢、啊？我知道。对啊，然后煎蛋呢、啊，就是我们吃一直烧，对对对。对都来。じゃあ、温泉卵は一つ。2個卵が2つ。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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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そう、だし巻きが2つ、うん、だし巻きお召し上がりの見て決められますね。はい、そうです。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はい、大丈夫です。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まあ、いつもシェアですから。あ、そうなんですね、はい、じゃあちょっと皆さんに一口ずつ食べていただいて。そうです。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では、お食事ですね、あの先ほどご案内しました、うん、フロントまでお時間のになりましたら来ていただければご案内しますので。はい、はい、分かりました。夕食7時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はい、あとはお飲み物をよければ先にお伺い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が、もうご夕食のタイミング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あ、飲み物ですか。はい、夕食の際にお飲み物を。うーん、まあそれはその時で。その時で、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お帰りはお車ですか。いや、交通機関を、まあ多くの車が、はい、駅まで送れるというか。あ、あります、あります、シャトルバス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うそう、駅までのご利用で。そうそうそう、はい、駅まで。お時間いかがなさいますか。時点、あ、まだ決めてないです。あ、
チェックアウトが11時なので、あの荷物を置いてなんかブラッとして12時とかに帰られる方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し、也有说先放行11点放行李去绕一绕再回来坐的也有。哦，车子好像是一点。我们的车吗？福音駅から。はい。電車は。はい。ペプペプなで。から。はい。そう、そのそれ一時。午後一時。午後一時の電車に乗ります。そうみたい。そうしたら、ここから湯布院駅までが、だいたい車だと10分、15分ぐらいですかね。じゃあ余裕があれば12時半かな?12時半、12時20分が出発かな。我要看一下车票时间。我没有预定这一班、因为是短程。あ、まだ電車の時間は、はい、確認してないので、あ、分かりました。この後で。夕食の際にお伺いします。はい、終わりました。はい、すみません。いえいえ、とんでもございません。ゆっくり決められてください。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それではまた夕食の際に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ごゆっくりお過ごしくださいませ。ました。よっしゃ。对啊，很可爱，就是非常的亲切跟体贴的服务。其实刚刚他问的就是说，先问我们吃饭的时间有想要几点去吃，然后确认一下，比方说确认我们餐点，第一就是我们喝不喝酒，然后餐点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过敏的不能吃的，然后再问我们说明天早餐要几点吃，以及早餐有可以选温泉蛋或者是玉子烧，你要选哪一个？之后再问我们说，我们 check out 之后需不需要 shuttle bus 接我们送我们到车站？就是这诸如此类的服务这样子。嗯，最早的一班是10:03，到别府是11:04。是。可是我们可以搭。12:30左右那班，12:30那叫更早一点，12:00出发。嗯，或者是2:45。2:45，这个我就没有定位置了。哦，那定位置会不会要站着过去？不能站，那我要查一下。好，没有，有一个不是有不愿之声的，应该不用，应该是2:45。好。好像有机会，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订订看。嗯，所以像他刚刚那一套的，就是他刚刚的服务流程，基本上就是，就像我说的，他必须要负责我们整天就这一段行程里面所有的服务细项，都是由他来做协调跟决定。他等于是我们的管家，然后。他会来跟厨房、跟开车的司机、跟所有的其他工作人员来帮我们协调，这就是他的工作。等一下参观一下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一咻，首先是汤。它的泡汤是室内跟室外都有，锁住了吗？室内有一个，然后看得到都是木头的，其实木头是比较贵的，你知道吗？其实木头反而是比起石头是更贵的，对，因为木头会吸那个水汽。烫哦，好，然后户外也有一个，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小院子，然后配上户外的泡汤。现在还是天亮了，所以你可以在自己的小院子里面喝茶，然后听音乐、玩手游、泡汤都可以。
很厉害吧？我个人是很推崇，就是所谓的温泉旅馆，对，因为我以前是做饭店业的，我很清楚饭店就温泉旅馆的服务品质跟他提供的服务是很厉害的。拍各式各样照，来就上，到二楼。二楼有，哎，这边这个空间很微妙，但是很舒服，很宽敞，没有特别，没有多放任何的东西，就是很宽敞，很舒服。然后，当然二楼也要有一个厕所。对不对？二楼有一个厕所，然后这边这个空间什么都没放。哇，它是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对啊，超宽的。对，加一个床，三个人住。它有开天窗，这个厉害。有开天窗就会有太阳光。对，它有一个可以拉的，可以开的天窗哎，这个天窗好棒哦，可以看自然光，然后外面的景观看得到别人家，对，游步秋游步月，看得到游步月，很舒服。限制入住人数没有，他是看你的入住人数来算价钱的。没有啊，他这个房就是两人或三人。哦，而你再更多，他就是别的房。哦，所以住两人或三人都是一样价？不可能吧？对啊，不一样价啊。三人三人的价。对啊，三人三人价。这个房间只能住两人。这个房型就是最多住三人。嗯、他已经，我觉得他已经这里已经有开一点暖气了。他已经开了一点暖气了，他对还有浮动，这个就是哆啦 A 梦睡的地方，哆啦 A 梦就睡这里，对，如果你是哆啦 A 梦，你就睡这里。加湿器，对，因为日本太干燥了，所以要加湿器。对，然后现在因为。说饭店旅馆电视已经越来越少人看，所以电视的部分其实还是很老旧，可以看得出来吗？你看这电视柜其实是非常就老旧，也没设计感，这就是应该是改建或者是上一世代留下来的产品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住饭店的时候已经没人在用这些东西了，但还是要提供啦，因为有些人还是想要看。有人说，那就住两人房就好啦，小象可以睡壁橱。是吗？哦，你们看这根梁柱，我很喜欢这种梁柱，花纹很漂亮。原木一整支。对，这是原木一整支贯穿的梁柱，这个是真的，我觉得日式。